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按照惯例来看，像迪丽热巴这样高人气的女神向来不缺戏拍，但她自从去年拍完《宫诉精英》之后就一直没有进组，就连各大活动也很少出席。不过之前传出了黄景瑜恋情和疑似怀孕的绯闻之后，热巴晒出了健身照辟谣，就连几位知名狗仔也为她发声。有传言说热巴之所以迟迟不进组，是在和公司嘉行掰扯，看住杨幂和王骁接连离开嘉行，也足以见得嘉行已经不是最初那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了。不过短暂不进组对于热巴也没有什么影响，毕竟他手上还有两部待播剧，一部是古偶安乐传，另一部是正剧宫诉精英。按照平台的待播剧热度来看，这两部作品也将会在年内和大家见面。虽说《宫诉精英》杀青时间不长，但正剧题材的作品从下正到上星播出比其他古偶要快很多。如果说《宫诉精英》在《安乐传》之前上也不是没有可能。其实《安乐传》的原定上线时间是去年，但因为某部窝蜂古偶影响太大，让不少古偶都打回去重审了。再次审核之后，迪丽热巴和龚俊主演的《安乐传》也已经拿到了发行许可证，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定档这股东风。网传《安乐传》有望定档 Q2 上线，其实也不算空穴来风。近期星落宁城堂在酷播的不错，所以接下来继续台仙侠的几率不大。同类型的也就只有古偶《安乐传》比较有看点。不过也有人说《宫诉精英》会接档星落上星，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几率不大。安乐传改编自星灵的原著小说《帝皇书》，主要讲述了晋南安乐寨大当家人安乐迪丽热巴饰演与太子寒夜宫俊饰演之间虐心又感人的爱情故事。原著世界观宏大，男女主各自心怀抱负为国为民，完全没有劝退观众的恋爱脑，看点十足。热巴在安乐传中的造型也很惊艳，既有当大当家时的霸气红衣，也有入宫之后的红色官服和温婉宫装。因为热巴是典型的浓颜系女神，所以对古装造型要求还是蛮高的。但无论是紫衣造型还是粉色纱衣，在少女感十足的同时也散发出异域美人的冲击力。要知道上一次看到热巴的粉衣古装还是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饰演的凤九小殿下，不过古偶和仙侠剧的反差还是比较大的。路透美照中的热巴像极了从仕女图中走出的美人，让人见之忘俗。龚俊在《安乐传》中饰演男主寒夜一角，他的隐藏自己太子殿下的身份，行走民间，看遍人间疾苦，也立下海晏和清的伟大志向。龚俊在剧中的造型也不少，束发搭配斜刘海，手上捏住棋子气定神闲，有种一切尽在掌握中的霸气。半披发造型的意气风发，让人想起他饰演的温客行一角，只是太子寒夜只有少年感，并没有浪荡公子游戏人间的随意。另一套书生造型则让人眼前一亮，黑色的帽子衬托的他五官愈发精致，乍看之下很有陈坤年轻时的风采。安乐传有望 Q2 上线，热巴粉衣像少女，看到男主心路透爱了。你期待安乐传这部作品吗？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